刚才我们召开了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，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，选举我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。现在我向大家介绍其他六位常委。李强同志。They are Comrade 李强。赵乐际同志。Comrade 赵乐际。王沪宁同志。Comrade 王沪宁。蔡奇同志。Comrade 蔡奇。丁薛祥同志。Comrade 丁薛祥。李希同志。And Comrade 李希。他们六位里头呢，赵乐际、王沪宁同志都是十九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，其他同志呢都是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的委员，大家呢也都比较了解。在这里，我代表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，衷心感谢全党同志的信任，我们一定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，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，恪尽职守，勤勉工作，绝不辜负党和人民重托。